OK，这里一副牌，OK，然后我要在我洗牌过后，我就要找到四张 A 出来。洗牌。洗了牌，第一张，这样，这就是第一张，然后第二张。就是第二张，然后第三张，四个 A，OK，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四个 A，每一个牌都有四个花色，因为有四个，OK，这个叫梅花 A，这个叫方块 A。这个叫红金 A，这个叫黑桃 A，OK，这边有四个 A，总共一、二、三、四，OK，然后把它放在这里，不要去动它，OK，然后请观众在喜欢的时候锁停我这样弄，停，OK，这边，那么请观众记住这张方块是，OK。记住，把它盖起来，推出来，掺进那个 A 那里。四个 A 加一张你的牌，有多少张呢？就会变五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OK。然后我要瞬间偷到一张牌，偷走了一张牌。那我们看看还有多少张。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真的不见了。OK，去了哪里呢？那张，再拿回来，反过来，把它插进牌堆中间。OK，接下来你刚才所写的方块四就会出现了，这里。